手 Tempo 加分版，全场毛起来猛攻小钟。陈哥，这个单元你要对我有信心。如果我怎么会对你没信心呢？我想，如果待会我在里面写字的话，万一中的话，我跟你讲，拜托帮我踩小钟。可以。好。蓝正龙，蓝心湄，蓝君天，蓝沙霸，篮球框。好，小钟一直写蓝教头啦，好懂我，怎么办？好可怕、啊！回归多年发片宣传，张琪慧却怒气冲冲。我从来没有那么生气过。我要听队友，还是上一我很气，因为刚刚那个，我觉得我。对，就是这样子。对，因为他都在想他的歌了，要不要跳一下？跳一下。我觉得我们先好好玩游戏，要不要开玩笑？真的啊！哎，好认真。精彩有趣的天才冲冲冲，一百秒过登场。天才冲冲冲！来，第一单元，至少开跑。加分版哈，然后要写字，就是踩地雷啊，讲到踩地雷，哎，字写错不算对哦，好不好？而且要加给对方分数哦，是吗？对，加给对方，讲越来越严了，真的，很好玩哎。那我们赶快把手机拿好，我是黑桃啦，不可以查一下啦。这个我厉害，在 tempo 我起码是音乐人， tempo 这方面我还是音乐人吗？陈哥，这个单元你要对我有信心。如果我怎么会对你没信心呢？我想，如果待会我在里面写字的话，万一中的话，我跟你讲，我一个月不会在华视这个门口，不会出没了。你被踩到就不一个月不在华视出没，不再出没。你说的，就一个月，就一个月这么大吗？就一个月，就一个月。来来来，陈真队来介绍一下啊，欢迎来了。赵默之之、林佳颖、小烂钟，来来来，我们这边管金、林姐、张琪慧、俊小可，来，来，先过过，我说不，我说不，好，你好，我们先，你们先，好，看一下，好的，看一下，这就先后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啊，钟哥要表演，我们先的话，钟哥就表演了，对对对 ，OK OK， 好，不会中了，不会中，好吧，来，你就位。一个人很难呢，修一个人，我也可以修，大家都想修，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数字都有，好不好？数字啊，怎么这么慎重？哎，数字数字最多五只，十、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四六七、七二十四、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哎，机会，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这样子不要说，不要说我们排挤谁了，也好了。本来我想叫短俊休息，你把它讲出来。是啊，要讲是排挤你，不要讲。不要说我们排挤谁，我本来是想排挤他的。人家第一次来，十九啊，对，二七十四啊，对，我们七个，对，七个人，七个。好，现在怎么做？短俊坐中间怎么样？中间最好，好啊，好。就他，就他，就他，那我第一个好了。自首 demo， 请抽牌。来这张。简单的，简单的哦，其实刚刚都蛮简单的啦，有点难，有一点点难，字比较稍微少一点，难哦，先求过哈，哎，不要死啊，先求过，难都可以，难都可以啦，我都想三个难的啦，他在问说是哪个难呢？各种难，各种难啊。各种蓝，哎，我们都要先写，对不对？我们有蓝花的蓝，蓝色的蓝，哦，蓝子的蓝，蓝子的蓝，蓝子的蓝。好，来这边我们先写答案，来，请。还有，只有三十秒。蓝车的蓝，写自己的。炸蓝的，哎，有，不要被看到，不要被看到，拿起来写。炸蓝蓝车。对，同音同音异色可以了。拜托，帮我踩小钟。可以。好，我要一个月在华视看不到他。没问题。那我们会不会为小钟停棚一个月呢？其实就不要发他就好了。哎，好了，时间到了，来，来准备，自首 table 加分版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二声蓝，蓝廷旭，漂亮，蓝静雯，蓝天白云，蓝正龙，蓝心湄，蓝君天，蓝沙霸，篮球框。蓝花，蓝色天空，篮球裤，
篮球鞋。懒篮。篮球场。蓝山。拦截。蓝天白云。讲过蓝。错了。蓝沙霸很厉害啊！蓝沙霸很厉害，小时候没有这种词汇啦。对啊，大危险！可惜可惜，我回来了。蓝沙霸还没讲。好，我觉得仪式好像有这个。我们都没有讲对对对。是哪一个？要问哪一个？不要谁讲蓝山？哪一个蓝？不，那个蓝山咖啡。蓝山咖啡的那是不是上面一个？对，一个山，那一个阿拉西的那个蓝。蓝山啊，五十蓝，日本的日本的蓝山啊，五十蓝。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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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中了中了，对，他怎么会讲到一个蓝山呢？零钱啊，对的，三个字应该没踩到这个，没有想到，太难了啦，这应该四个字啊，这应该没有。篮球教练，教练，来来来，快要讲了，准备要讲了，准备要讲了，啊，你准备要讲了吗？篮球员，我是篮球教练，你们应该不会讲蓝教喊冤，对不对？蓝教喊冤，差一点，蓝教差一点。蓝教徒呢？还没来讲，还没讲，没有蓝教徒，我都要讲了。小时候一直写蓝教徒啦，好懂我怎么办？好可怕！我也写连蓝正。小时候一直写蓝教徒，我本来想写蓝正龙，你第一个就讲蓝正蓝，那很像。我说我认识哦。对，一三蓝不是这个蓝蓝女啊，一三蓝，一三是蓝山写异性蓝山的蓝山。哦，那也不是，也不是，是手部的蓝，还是木对？我们加两分，我们加两分。我们加四，我们这样送两分吗？龙哥，钟哥的，龙哥，钟哥，这应该没人讲到兰花教，兰花教，兰两分啊，没有没有这种词啦，有兰花教，没有叫兰花教的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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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兰花教，兰教也可以，但兰花教很有有有兰花教是结婚的花轿，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花轿。我没有觉得很多古装片有，你去这个有没有？没有的话，那一个月不能在华视出现。来，对，兰花轿，对不对？兰花一个月，兰花有兰花轿，有头哦，有头。要不然送五分送太多了，对啊，加四分二十啊。哇哇，好，还没动手就会。好啦，来，我们来抽。好，你抽。哪个？好，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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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多的多的比较好中大片的多啦蛋蛋很多蛋啊蛋水蛋蛋水的蛋来我们这边两次三次四次有两个两个字的蛋有很多这个蛋是用河南的蛋蛋壳鸡蛋的蛋还有扁蛋的蛋蛋料理一堆啊耳朵打开来要是一个活的也不要怕了我们要等一下到了小钟他就死了蛋很小，那个蛋好了，蛋哦，是什么？来哦，哎，各位注意哦，一乱回来，小钟的蛋可能就没有了。没有没有，我蛋还在。好，来准备啊！只有两分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人写错了，有人写错了，已经有人写错了。谢谢谢谢哦，读书嘛。准备要自走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四声蛋，弹珠汽水，蛋酥，淡水河，氮气，淡江大学，弹丸之地，淡金公路，淡市，淡口，蛋花汤，蛋夹。蛋汤、蛋珠、蛋化、蛋白、蛋饼、蛋水阿给、蛋蛋面、淡水教堂、蛋班、淡水车站、蛋花面、淡水鱼丸、蛋仔面、淡水高中、蛋炒饭、蛋是用何奈。但是又如何？弹弓、弹夹、
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听啊？来，蛋汤什么啊？蛋花面。等一下，来，你刚刚想什么？河奈？但是又河奈？那是几个字？但是又五个字，不能讲五个字。对啊，我们就四个字啊。没有，就是不要得分而已啊。哦，不要得分而已。哦，可以啊。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想不到啊。蛋汤是什么？蛋汤是什么？蛋汤是什么？蛋汤有蛋的那个蛋汤，有蛋汤面什么？那蛋花面是什么？蛋花面是什么？蛋花面有啊，就是蛋花汤加面呢。哎呀，这样还是你懂事啊？蛋花饼就蛋花加饼，蛋花球蛋花加球面，蛋花球蛋花加面，蛋白霜。哎呀，对呀。但是又如何？但是又很美。但是又何奈啊？但是又何奈不是？没有，但是啦，你是蛋酸，但是又何奈？但是又何奈？我就被影响。对，哦，你说蛋是又何奈？蛋蓝而已。所以蛋花面很算吗？蛋花面有吧？所以到这边就停了。哎，我第二位，好蛋嘛。来，我们有开到什么？先把写错。史上最废战力 PK， 谁才是终极废咖？怨，你有什么委屈吗？前阵不是出事了吗？哎，管机，我跟你 PK 一下。对啊，但是又何奈不是？但是又如何？没有，但是啦，你是蛋酸，但是又如何？但是又何奈？我就被影响。对，哦，你说蛋是又何奈？蓝蓝而已，所以蛋花面很算吗？蛋花面有吧？所以到这边就停了。哎，我第二位，好蛋嘛。来，我们有开到什么？先把写错。叹气是张旭慧写的啦，我原本要写叹气，但也被讲到了，叹气也会被讲到，也会讲到，对啊，我们都没中了，这个都没中，这个不容易，这其实淡妆。是这个很厉害，这个厉害，蛋糕模型，谁想到蛋糕模型？想不到，他讲弹珠汽水已经很厉害了，对，我想弹丸之地，我想还好啦，弹丸之地，我觉得也很冷门，我们写弹丸之地，一写都写不出来，玩什么的玩？哎呦，那这样其实我们不要死，比较划得来啊。干嘛中不中无所谓啊，去冲三个字，对不对？中不中没有太大意义啊。分数可是一加很多分呢，2分、2分、3分、4分、4分、7、8、9。哎，你们这样活着就已经27了，刚才活着很重要了，活着很重要，对不对？先求活，再求有啦，真的。对，你们有没有算错？刚刚他们那一 round 就有，他们刚刚真的后面都不能算喽。有确定？我们倒带看一下。多。有哈。Challenge 啊 ，Challenge。好可以哦。本来就是要倒带看一下。对不对？我们要求公平、公正、公开。挑战时间，来，我们攻守交换，还不错。尽量存活啊！现在29比20，我们只领先9分啊。好，请抽题目。来，第一张，谢谢。把握，还有3回合哦。嗯，还可以追。哇，很多啊！哦，很多啊！随便写来和，抽到2跟和，我们要抽3个字，加油！河流这太多了，河很少3个字，河流的河，你想2个字就好了。合作的合，没有了，我们就尽量。还有替别人讲过，不要盒子的盒，核弹的核，荷花的荷。哎，姓何的艺人太多了，多啊，很多，对不对？太多了，很多。来，准备。哎，求活啊！好，要追他们刚才27分了。来，至少得包加分版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2、3、和，
何首乌，漂亮。何能，何作社，何花，何守正，何必问，何水，何能发电，何川，何好，何志愿，何流，何果。没有隔得那么清楚。我先合果，对，再合果，再合果，再出来，合果，你还是对吗？不行吧？不行吧？太假了！聪明，太明白。我从来没有那么生气过。我要听队友。乖了，好，没事了，没事。放诉了，要上诉，上诉，必须要上诉，可以上诉，早说嘛。超多的，上诉。这位小姐，我们可以上诉一次，不要把我用掉了。好，没问题，好不好？对，我要争取，不是你要争取，一定要认真。你现在不是争取，不是争取上诉。对，你那一关已经没有了。重新来一个吧。重新来，重新。哇，就是和啊，和继续啊，和继续，和继续。同一题，同一题，谁同一题上诉？我想很多，和继续啊，想很多，好不好？同一题。来，智能猫加分版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二声和，何首乌，何能，何作社，何计生财，何守正，何弹头，何能发电，何电厂，何作，何好，何子武器，合作无间，合作社，还是没事，没事，不要生气。你从来没有那么生气过，对不对？还是上一万气，因为刚刚那个，我觉得我嘴就是这样子。好了，不要气了，不要气了，对不起，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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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压力比较大，我知道，因为出新专辑，发片，还在想，对，因为他都在想他的歌了，要不要跳一下，跳一下？我觉得我们先好好玩游戏，再不要开玩笑。真的啊，好认真。因为这样子玩游戏，其实我们也希望你好好玩游戏。我刚刚真的，这次我真的很认真要玩。我知道，太好太好。对啊，不好意思。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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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因为你在我这一队，我也认。好了，看一下，这个你们就踩不到，对呀。好，连二字部先来哈。想不到出合同吧？合同好简单哦，好简单哦。合同还没讲到而已，都没有讲到而已啦。很少会讲到。这个本来合穿，这个本来这个本来踩到，结果竟然改了，上诉了，吓我一跳。好简单，哇，那么简单呢？都是迟早会讲到。第一次有讲，第一次有讲，上诉没讲。哎，厉害！哎呦，这个厉害，合同肉，哎，好难哦，这有点难。哇，这更厉害，这很难。和平主义，好难哦，比较冷，都没踩到，十二分上诉还是十二分，蛮好的啊。哎呦，哎，我们落后三分呢，哎呦，哎呦，轻松了，有机会哦，攻守交换，来冲，来，简单的，简单的，哎，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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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随便写啊，随便随便了，加。加加简单吧，加也加很多，没关系啦，这总才才几分啊，随便写啦。加能加能，反正输定了。加系列，加钱弄，准备哦。好，来，自从 Temple 加分版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一声加，嘉奖，嘉义，家庭，嘉义市。家庭关系，加拿大，
加倍捷。好，嘉义鸡肉饭。家庭革命。嘉义市长。加冕。加勒比海。有。嘉义市民。嘉义议员。加减乘除。家庭。加倍。讲过了，讲过了。六十三，哎呀，不是你，不是你自己，好险好险，是我讲，因为我讲家庭关系，哎，你要讲嘉义议员、嘉义市民、嘉义里长，对，嘉义里民，对，我就想要包，不行，不行，包了，可以，不要包了，嘉义归你的啦，淡水教堂我就想抓你了，嘉义水教堂，淡水教堂，嘉义里长要出来，哦，他们那个嘉义，嘉义火车站，嘉义车站，嘉义火车站也是。对不对？嘉义客运、嘉义里长、嘉义人民、嘉义，哎呀，还有很多哎，不行，嘉义还有很多哎，嘉义市长官邸，我的天嘞，要不要上诉？要不要上诉？还有两题，还有两题，要不要上诉？还有两题，来，两题不要，可以了，先不要，我们现在是赢的，先不要，不要，我们有中吗？来，两个字的，打开，两个字的。加厚，加厚，加厚，哎，这是台语，没有，是国语啊，有加厚的中文，家园，我们写很简单，保卫战，真的不，而且我们要锁定一个家，家务事，还不错，错不是吗？超强连线让源源不绝的五分进账，地久天荒，地久天天天地，只确定只只确定，地子哟。可，晨晨队想抢分就要靠小钟这一棒，精准一次到位。小钟看多精准。还有两题，要不要上诉？还有两题，来，也不要了，可以了，先不要，我们现在是赢的，先不要，不要，我们有中吗？来，两个字的，打开，两个字的，加厚，加厚，加厚，哎，这是台语，没有，是国语啊，有加厚的中文。家园，我们写很简单，保卫战，真的，而且我们要锁定一个家，家务事，还不错，家国大业。家国大业，哇塞，没有家建国，对，建国大业，没有家国大业，宋氏分，宋氏分，耶！漂亮，对啊，宋氏分很补哎，这谁出的？大业没有啊，没有家国大业啊，家国大业谁出的？谁啊？家大业大有啊，家大业大就好了。嘉义议员，好，那从嘉义议员就不行了。嘉义没有，嘉义有议员没有议员。嘉义没有啊？嘉义我就说你是议员吗？对啊，嘉义市议员或嘉义县议员。如果这样的话，要不要上诉？讲议员啊，要上诉吗？不是还有两题，不能上诉啊！我们写的不急了，要一万嘛，一万完过来嘛。还赢那么多，不急了，先 hold 着了。我们还赢呢，还四分，现在46分，赢他们32分，赢14分呢。好，加四，哎呀，那他加一元算了。OK， 扣掉了，哪有扣？刚刚就是13呢？没有，刚刚是十，刚十五啊，会两。哎 ，OK， 他两万完到这边11，他是12啊，为什么是13呢？没有12、13。哦，六个人。对，六个人。不好意思。我是11元哦。11元。好，来，冲水交换。我们没有上诉，我们没有上诉了啊。没有，加油，尽量的，我们不要配。来抽题。那我来这，对，你跟我们一起。对。因为我要想我的，我很难再想你的。嗯，蛮多的。我觉得我们先求有就好。都多了，先求有了。求有比较。为什么？分数完了，来，不要抢中。抽到的是二生油，油啊，有油，哪个油？好不好？油来的油，然后的油，游泳的油，邮票的油，邮票的油，游戏的油，游戏的油。对，蛮喜我。来，赶快写。等一下，他是这个意思。记得哈，不要讲过，插牌。其实越简单的就很容易人家讲过。来，准备，四手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好，二声油，油头垢面，游泳，油花，游泳教练，犹太人，游泳池，游戏币，油花，油水分离，油花讲，油花讲过，讲过了，油花，油花，而且油花，油花，油花讲没有？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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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花很，油花分布均匀嘛，油花，对，啊不，刚刚才讲，手上面。六七八分，我以为他讲油框，他们是蓬头垢面吗？哦，油油头垢面，他讲油头，油头垢是油头。哇！你们，那个就错了，那不就没分了，蓬头垢面，蓬头垢面，油头粉面，油头粉面，油头粉面。油头粉面，油头盖饼是油头粉面，油头垢面，油头粉面，好难哦，对，有很多哎，完了零分呢，对呀，我们都赢了，他们没上诉，油腔滑调，没上诉，对，只能上诉一次嘛，对不对？没办法上诉，完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难开就难开到底了。太难看了，班你一个月不要辛苦。其实，我还真蛮的少来这边的。要不天长，蛮少来。要不天长，真的蛮少来这边。突然零分太多，那给你们一次啦。哎，打秘书，哎，你看我们摄影师都要求情了。对啦，给他们一次啦。没有啊。哎，十八年我们摄影师第一次求情哎，对呀，他平常都是油头垢面来录，油头油头粉面，油头粉面，阿瓦里嘞，啊坐，好了，给你们上，谢谢，好了，谢谢，准备，自首 demo 加分版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大声一点哦，二三油。油头粉面，油脂，油花，游泳教练，犹太人，油垢，油离，游泳，油腻，游泳圈，游艇，游泳池，油花，油花。我突然来，可以讲游泳圈，我讲游泳圈讲过了，泳衣，游泳圈讲过了，游红明，游红明，游红明啊，游泳圈，游习坤，对呀，哎呀，我知道，我真的，我跟你讲，我要叫游泳，你累了，我知道，我没有累，你都累，这是踩到，我有需要，一下踩到就没有 UB 两个就，游泳，不要想两个，要两个想两个，没有，因为。有踩到他的游泳镜，不是我一下一下的叫游泳镜，游泳游泳游泳系列，锻炼位置不好，有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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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拿走，回来给我搓澡啊，游泳镜游泳镜，又断了，哎呀，哎摄影师，油电车，对呀，对不对？油电好，看你们有没有加分加到啊？我们把这段剪掉，用前面那一段，分数太低了，没差了，太低了。好，这个有哎，这个你们踩不到，由他，这个厉害哦，由他爵士对，啊，由他，第二个，这好像也没油渍，没有油渍没讲到，要讲啊，他讲是要油腻，只要有油垢，油垢油腻都没讲到，对，来三字步，油垢，他写上我觉得油渍，油车盒，这个厉害，这不错吧？油车盒，哎，油车盒不错，哎，你写了盒写错了，是盒是对啊，就河边的河啊。你看一下，看起来你这就是你要连在一起，真的和没有连在一起，谁会写那个和啊？我白痴啊！我但是又如何？但是又如何？加三分，加到我们这边，自己加三分了。哎，游戏人生，他们很还没讲，我刚刚正要讲，我下一个就要讲游戏人间嘛，对不对？我要讲一个动漫，不是动漫。游戏人生，你老是要搞一些动漫，我们不懂的。因为他的就是要就是要这样，他的领域有啦，那边。
游戏人间应该知道这个都动漫知道吧？游戏人游戏人间有，游戏人生有没有？有动漫，有动漫啊！其实我们也不要计较了，应该都让我们重来一次。对啊，对不对？谢谢摄影师，谢谢。哎，谢谢两位摄影师。好，有12分。哎呦，目前我们只差距2分哦，各位小心了啊！好，尽量赢。勾手交还。来哦，抽。好。哎，他们还没有用掉嘞。还没用啊。上述还没用啊。上述没用呢。很碎，很碎，很碎。简单点。鱼。鱼肉的鱼。来。鱼。哎，写下来。羽毛。加油，加油。小可。鱼什么？我想。我都可以啊。你讲。好了，放好。你都要讲的，都要给你的。来，准备哦。好。好。自走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请你听我这样说：三声鱼，与神同行；羽毛衣，羽绒衣，羽衣。羽毛衣是什么？羽绒衣啊。羽毛衣是什么？你讲，告诉我。就是有羽毛的衣服就叫羽毛衣。好像没有羽毛衣，没有羽毛衣，不能讲羽毛衣吗？不是，可以啊。就是羽绒，就是什么？不一样。就是什么羽毛，就是外面有羽毛的那个衣服嘛，对不对？对，那你讲羽毛衣可以在哪里买得到？告诉我，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真的假的？对啊，没有羽毛衣吗？我长这么大没有穿过羽毛衣耶。羽绒衣啊，羽毛衣啊，哇，那羽毛衣啊，羽衣，羽毛衣要上双标，还有等一下，哎，摄影师帮我们球鞋抓加了。啊，对，他们还有上树，还有上树啊，还有上树板啊，怕什么？树啊，这样，你上树还没用啊。可是这太冤枉了，羽毛衣没有，真的讲羽毛衣了，没有羽毛衣，要不要上树？再讲羽毛，来，我们上好不好？当然要啊，上啊，好，来哦，来哦，很多可以讲的嘛，来哦，是时候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三声鱼，与神同行，羽毛，雨水，雨衣，羽毛球。雨具、雨季、羽毛球拍、雨滴、雨伞、羽球教练、羽绒枕、雨伞节、羽毛刺青、雨露均沾、雨纹、雨纹非常好，要多一点啊！羽毛刺青，我要刺一个羽毛的刺青，还有羽毛刺青，你真的不编的？哇塞！一个喜欢的刺青，那有我什么都可以刺了。没有羽毛刺青，那我当然可以说游泳刺青，我刺的在游泳。游泳刺青，不是有一种专有名词叫羽毛刺青吗？没有，有没有？没有吧？没有，怎么可能会有羽毛刺青呢？没有，你刺青要刺什么都可以啊，你刺乌龟的头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加一刺青啊，粉丝是议员。有没有专有名字叫羽毛刺青？没有，应该没有。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跟大家讲过，我最喜欢的我是个加一的，真的。羽毛笔，真的很多宝贝。加一刺青，好气哦。淡水刺青，我试过淡水，也可以啊。淡水，淡水加一，是什么？是什么？哦哟，就是我，加一刺青，好好笑哦。你在台一听，我都把它刺上去哦。张智慧，每个都可以刺哦。张智慧有没有看到这心情？是不是一样的？对啊，一样的心情吧。对，一样的。对啊。教育部真的有羽毛衣，但很少讲，所以我觉得再让你们上树一次。啊，真的有羽毛衣，哇，真的有羽毛衣，真的哇塞！那我真的会讲羽毛刺青吗？没有羽毛刺青。现在现场都没有说，都哎查不到嘛，对不对？羽毛不要讲羽毛刺青。好，不能讲羽毛衣，我真没听过。好，教育部有了，纠正哈，来。上树来继续来，对对对，好好讲，很多可以说的，不要重复，四手 tempo 加分，耳朵打开了，啊，请你听我这样说，三声雨，与神同行，羽毛，雨水，雨具，羽毛球，雨露均沾，雨季，羽毛球拍，雨滴。雨伞，羽球教练，与君诀别，雨伞节，羽毛笔，雨具，
语句讲过了，语句讲过了。我讲，你一直讲雨啊，一定会死。雨滴、雨伞，那么雨水，很容易一样。我讲过了。哎呀，这个雨句讲过了，讲过了。雨人招，哎呀，好了，上次用完了，来，我们来，有没有错？来，没有。雨爱，然后你这个很简单，雨色。我本来要讲这个。台上的人，羽毛姐。雨后春笋，雨后春笋啊，漂亮！哎，输不多了，这样看输不多了，对不对？哎呦，你现在多少？二十多的，十二分，还要赢十六分，输十二分，十六，哇，十六分，要拼一波，要拼一波。哎，现在我们大家上输都用完了，来，最后一 round 喽，我们一定要延长到二十几分才有机会，好不好？来，动手交换。大声一点，好，准备写，来，请做题，来，准备写哦，想一些比较远的去讲，好，来写，快点，壁啊，壁，壁，不，壁的壁，必须的壁，还有暴毙的壁，很多啦，没有那么多，不好想啦，你知道吗？小家碧玉的碧，我会写，哇，闭嘴，闭月，闭月羞花，闭月羞花的闭。他们是三，这个很好，这样的文盲啊，你们对，写错字了，会写了，好，来，改编，这个字首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四声 b， 哎呦，要精准了，精准了，快点，快点，不要被笑哦，精准，我确定大人，你觉得小人？对，我确定女人，我确定男人。走，好，下一个。人设，人设，人设。阿婆，阿扁，冲冲冲！自首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四声 b。碧血剑，漂亮。碧花小姐，毕业生，毕卡索，毕业册，闭关，避雷针，避雷，闭嘴，必要，避难所，避书信，避门灯，避血剑法，避卡索，哎，讲过。奖金奖了！哎，你这样好像毕卡索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达文西啊，讲到不是，各位看一下，小众讲错，这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达文西啊，不是，这是蒙娜丽莎的 K 笑。为什么会你忘记了？我忘记了。我也是可以猜到，我好认真，很气耶！毕业就可以想，猜到很气耶，真的很气。好，分数还不算太少了。只有辟邪剑，有辟邪剑，有辟邪剑法，没有辟邪。没有辟邪剑是一个金庸的小说。辟邪剑，对，有辟邪剑，可是没有辟邪剑。辟邪剑出来的法不是辟邪剑，是辟邪剑法，不是辟邪剑法。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反正都输那么多了，无所谓，好吧，输一百分跟输一分都是输，都是输，不要计较哈。好，正向，所以是扣一个而已，正能量，扣一个，没得吧，再扣他一个而已，扣一个，看一下有没有踩到了。好，对，我错，对了对了，好，那机会不该没有过，来不及踩到这个，鼻癌，好，鼻癌，我觉得这些很好，这是想不到对不对？来，哎，这个漂亮，这很想不到碧玺哦，好，碧玺很好哎，碧玺漂亮，碧玺，三字部的，这是谁？碧国勇，碧国那字厉害吧？可以，小朋友都不知道是谁，好怕你们讲到，讲到毕书尽，碧国勇不可能有人猜到，难道厉害啊？很厉害，林波的儿子碧国勇，哥都会问我你认识吗？这个厉害，闭门造车啊。好强！我没讲到，你们来不及踩，太快了。是这个？哦，对，哦，玉玺的玺，它是个宝石啊。
有没有高兴多两分？他是个宝石。那就在 Q 上面 Q 本聊吧。哎，这个很久了，给干了。好了，两分了，送你了，金了，两分了呀，两分，两分了，两分。然后我现在差一分，两分，动手交换。那我用第二个哦。可以啊，都好来，坐好，抽签。好，那我这个，这边给的。好，我们好，谢谢。那我这边签嘛，好不要。越多了，我多了。来，我帮他写下来。写容易给他们动的啦，书彩一点，难看一点没关系的。就写月饼月亮。太简单了，好不好？好好好好好。一定会，而且超简单。来，准备哦。自首 tempo 加分版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四声 A。A。岳父，岳飞，月圆人团圆。越南河粉，越式洗头，月饼，岳母，月亮虾饼，越式，粤菜，越师，月球漫步，越狱风云，越国，越历，越南，越手，越南新娘，越狱。越线，越考，越览式，越普，越南河粉，越讲过了，讲过了，吃过了，已经吃过了，吃过了，要加第二碗了，要加又加第二碗了，限量一份，我们这边生意很好，只能吃一碗，哎，你们词汇量好大，强哎，他们我们写超简单，都踩不到哎，真的。觉得我们好烂，好烂哦！少吃，该不会有月经吧？没有，是月经。月经没写，没有啊？没有。来来，看看月亮吗？月经对我们来讲有点太难了。月亮太难，是月亮吗？月子看没有月亮，量笔画也太多了。什么？真的假的？月光，月光，月起，来了。哎，月光，月光没有只有月光宝盒。月光光吗？月光光，月光光，星光光，那是一部片哎，你不能拆开来啊！香港的月光光啊，儿歌叫月光光啊！哎，你们有月光就有月光光，就月光宝盒哎呀，月光色的。我来不及讲月光仙子，哦，你有月光仙子，数量真的蛮大的，输得很惨啊，83-59，哇，厉害，都以十分钟获胜。来，我们休息一下，现在跟两个，现在冲冲冲！好来，进单元，天台智囊团。哇，这个字要写得很精准，对，对不对？一个字能够引诱到。对方答对那就很厉害了，最好是写出一个无可取代的。对，是啊，猜题的人也要很会抓。那最重要，那个题目刚刚好，也无从取代。对，对不对？是了。还有这个单元，钟哥蛮强的。哎，不可能，我很强哎，我几乎都是前面一字中。对，你放我叫一字中哎。来来来，先得了老夫初恋。人缘那么好，听说获得全场的欢呼，谢谢你们。出道二十几年，首张单曲啊，首张单曲叫做《忘记关火》，对，然后因为我在前两个月前发生了一件忘记关火的事情，就关瓦斯，你们家17个小时，你们家是？那祝他们家的左右邻居赶快搬走，太可怕了。听说还好是火苗还在，火苗是连火都没有，那瓦斯听说走了几个小时啊？17个小时，那个小火烧了17个小时，好可怕！还好有火在，要不然挂定。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够站在这边，我能见一次少一次啊，真的很幸运。对，然后因为就是我发现这个事情好像很多人忘记做，是，对你应该有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忘记关火？我不会，我不会，他们家开，他不开，他不开，他就有一次，他就有一次忘记关麦。那一天
我没有关麦。黄色跟我讲。讲一辈子，真的，真的少忘记。各位红，各位红啊！各位红，各位红，很精彩。哎呦，聊回来。关麦呢，但是我这种忘记关火呢，是在7月7号的数位上架，然后7月10号的话是 MV 上架。哇，对，有 MV， 然后就是因为这首歌是唱跳，我也懂事。别忘记齐慧很会跳舞，对，她是舞蹈系的，女团出来的，对啊，从小就练科班的。阿奇，不要忘记关火，因为如果忘记关火，没有关火就会剩四个。我怕听你歌听到忘记关火。对，你不要忘记关麦就好。好，等一下。好了，希望这首单曲受到大家喜爱哈！恭喜！好，好，那就先攻来。喂，你看多礼遇你啊，第一个出来猜，然后又找凯西。凯西没有这个单，凯西超强的，凯西超强还好。对，刚刚还好。刚刚拍这那个齐慧去，我啊啊，齐慧啊，后来加了凯西，哇，好多好多。心情大起大落，可以的，我们搞不好可以哈，搞不好今天会有意外的表现。对啊，很厉害。对，准备好了，来喽！天才，精准一点，精准一点啊！五分钟准备，开始，加油 ！Go go go！ 哎，这个脸想了一下，这很难吗？还在想，时间在走哦。大家脸都怪怪的。时间在走哦。精准的不好讲。哎哎哎哎，快加油，以轩！什么字什么字？我记得以轩蛮会写。哎呦，风，我猜子，我确定子。我猜关自己子。好，先不好，我猜。龟公公龟电电电电哦，那电还龟啊？龟简写的龟，龟公龟公啊，公位龟位没有啊？位龟下一个公土下一个偷偷电小偷电下一个小太多了，羊位哦，这好难哦，羊光小光是吗？电光光不用，你都已经这样。好，那个第五个吧。羊尾不是啊，下一个，太可想不到了，还没想到。最后是什么？龙龟啊。赢到最后一个喽。龟跟公，公说说公说，对啊，公说对啊，说。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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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很难。来下一题，来下一题。哦，缩小。哦，好难呢。一轩。很简单，很简单吗？太难了。我确定瑞，我确定头，写一个就有。我下一个，下一位。尖，我写一个就中，写一个。尖，喇叭。喇叭，尖喇，喇叭还有什么？垃圾，在吗？垃圾，垃圾，喇什么啊？喇能接得不？喇有什么？下一个喇喇，我们别喇别，稳，接吻，不接喇，接喇，不喇接，没有这回讲过。奶哥也没有关麦啊，很简单啊，我不知道哎，有啊，接吻，下一个，亲吻，哇，这可惜啊，下一个，快，可惜，可以怕的，口太多了，口太多了，吻，下一个，我们两个就差不多了，垃圾，蛇。转进，到第一个，拉蛇，对，信，我确定，交，好，下一个，信太多，信，这什么字？疾吗？疾病，性病，病，这是病还是疾？疾嘛，疾，字写的太重，疾病，疾，性疾，疾，哇，好难哦，看不太出来，倒数两分钟，对，下一个，哇，啊，什么？哦，他是叫你 pass 的意思吗？哦，你们两个叫我 pass 吗？叫我 pass 干嘛 ？pass 为什么不会啊？啊 ，pass 不动。我往前逼，好难哦。哦，那是影啊，本金在这，影的影。这个好难哎。哦，每一题都好难哦。几个？
确定可。对，五分，终于有了五分了。表，我确定哥，我确定妹，表我确定赛，表演不是演，不是，要下一个，同意什么？表手表不对，太广。快快快快，第二个快！一分钟到。驾崩，驾照，驾崩。什么驾崩？驾崩不是这个驾。驾是啊。驾什么？驾照，表照，车表，车，驾照。先不要改哦。是吗？驾。下一个。书籍，下集不对，下集。啊，感觉刚刚说到表，表示，驾驶舒适。带啦，代表代驾。漂亮，可以。哇，你扛过了。很难呢。哇，很难啊。真的好难哦。真的超难的。可有简单。入，我先抽。出啊，对啊，出啊。哇，可以的。要精准啊。厉害，要精准。加油。哦，因为入了相反就是出。这太难了。张，我去三。张三，你是？不是。张飞，张飞的飞。张口。张牙不对。张脚。张下一个，下一个。开，我哪就张开的，我喜欢张开。张腿，张腿，开腿，张腿，对不对？张什么？张口，干嘛？这不是好。你写什么？马。罗马，对啊，罗啦，张罗，我这不好想哎，罗南哎，罗真的很，罗要写什么？你也不能写阎罗王的阴，罗写东呢？罗东可以，一样意思啊，跟罗东的一样意思。阎罗可能真的会好一点，阎罗。我还想说，如果写这个字，你们会猜阎罗吗？会啊，对啊，想不到，对，阎罗，我就刚才就讲阎呐，对，小钟这么厉害啊，我都是一字，你马上就要表现了，对啊，你带，换你了，我这个单元真的厉害，他真的分数都很高哎，真的吗？我这次要突破新高，我跟你讲，他的血压了，他的血压突破新高，血压突破新高，很好，还不错，得到16分，高哎，真的不高啦。等一下，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分数的话，你一个月不要再华视，我就不要再华视出没。哎呦，赌好大！他猜吗？他猜吗？我猜，是他猜吗？真的假的？我改到中视。还有台视吗？华视还有中视。来，两边双手交换。刚刚 round one 的只有16分，并不高，还好就打了2个5分的，对，要不然很惨。但凭良心说，今天题目真的稍微难一点点，有差。我不会啦，还好，就看你表演了。我一定会突破我的心。麦要开哦，我开了，有开哈。我不要跟他说打得很差，因为我没有关麦，关麦，没有开麦，这个是懦夫的行为。哎呦，你先把我麦关了。争气一点好不好？你真这样，你说突破新高，但之前分数多少？我之前是跟苏子成9分。好低，比这个高啊！上个次是9分，没有，你那是16哎，至少比我们高。对，我跟你讲，这次我真的没有超越这个16的话，真的就是怎么样？失去。好了，快来准备，来来哦，天才智囊团5分钟，一个字中。哇，好简单啊！太简单了，这个很简单。什么？木？我确定青。我确定老。老胜。确定胜。哇！好，下一个表情，不要有表情。亲。亲家母。亲家，我确定家。家母。家母。阿乐。阿乐。亲家母，你好吗？亲。父。好，有了。确定是父。父。父。下，还有换下。下一条后退。下一题。哇，老，我确定老。老外。好，下一个。义，我确定气，义气。哦，外气吗？中外。外气，中外气，义，忠孝，义，我确定节，节，义，节外生枝，是吧？节义，要下一位吗？桃园三结义，下一位，快点，文琪，他不会写那个字，对，义，创伤，哦，这个好，开创，
外开，对，开意。创能搭的也不创，创意，意，我确定意。对嘛？对呀，蛮厉害的，钟哥。意思的意哈，暖气。我确定冷。哎，干什么？哦，确定暖冰。确定冰暖暖冰冷哦，下一个看一下，柔软，暖风，可能离16分有一段哦，暖柔性，柔性，好，下一个，洗衣服。哇，洗越来越远了，那不行，歪掉，歪了，好走。我确定温暖，恭喜温暖，厉害，峰哥厉害哦，这个要精准哦，这个不好，要精准哈，这个字可以精准哈，十，快下到十很难哎，十很难，看一下，你看20啊，下一个，奶，奶吗？奶吗？奶瓶？奶瓶？奶？奶妈？妈？嗯，不对，奶昔？爸？奶？大奶？大奶？有大奶吗？奶啊！下一个，下一位。哺乳，我确定乳，哇，乳奶，哺乳，还可以用哦，pass，要不要pass？喂，来林嘉怡，林嘉怡上，这个可以吗？可以。关火，我确定开，我确定闭，哦，闭，不是开，漂亮，闭关，五分漂亮，五分漂亮，好吵哦，勒，我确定停勒，确定锁，确定锁，勒锁，哇厉害，勒闭，我确定闭，勒闭，我确定紧，下一个，八乐，外八，小八，那蛮厉害的。八，坑到。下一个，八，纸哦，跟数字有关。八子将军，纸，八乐纸，八乐，纸什么？纸哦，纸头，不对，纸尖，纸尖。了，好，下一个，一分钟，梦之快点，快，九，哇，都不一样哦，太广了，哇，太广了，再下一个，再下一位，哇，超广的，厨师，都蛮，有点开心，九，没有 pass 牌啊，这个峰哥加油，九，我现在看前面三个，下一位再写啊，前面三个，了，借，我跟你借，借。对呀，八戒，猪八戒，骂我自己哈，猪八戒，来，30秒，快，等，给我点时间，快来，精准的，加油，宝宝，宝藏，确定藏，我确定十，宝石，好，下一个，帅，帅，好期待下一个，帅。帅爆！我确定圆，漂亮，圆好漂亮，圆，走，圆帅，哎，你懂他，你看着他猜，可以，你猜到八戒又猜到天蓬大元帅，他主要讲他快点，好会嘛。你用人设，你那个戒真的很可惜耶，乐没有几个可以抽的，对，乐跟乐有什么？然后那貂叉八就只有戒没有了，有点远，哎，分数蛮高的哦，有机会，哦，还好吧，多亏你那个八戒跟元帅，最后一题你们元还有那个最后一题大叔，要不要跟我们同分啊？对啊。还好及时弄到一个帅啊，真的帅很重要，真的帅，好吧，20比16，来攻守交换，加油，目前20比16，只有4分而已，好，天才智囊团5分钟，精准一点哈，哦，快，很简单，有一个精准，不会写那个字对不对？有一个很精准，快哦，来。不是，完了，时间在走哦。没关系，随便写一个，随便写一个，重的啦，随便写一个，看下一题。
大免，我确定免。不是，确定。来看这个，看这个。啊，第二个。爸爸爸爸爸。霸王，我确定王。爸爸爸爸，赌赌赌霸。确定赌。真霸，真真，我确定真。真霸不对不对，浪。浪。浪子，我可以，我可以。浪。叫浪。浪霸王王确定王费浪费费不是啊霸霸免免免霸血第一个偏掉你第一个就偏掉了霸再再再一位再一位再一位涛浪涛金浪涛浪金金金金什么叫金浪你要拼好金涛海浪浪花海浪等一下等一下大浪大浪大浪不对不对大霸是不是有个叫什么涛打李的呢李李李涛不是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对，差就写了，写了，这三个也不错喽。波金波金波波涛，我是第一个呀！哇，四个对，四个对，四个对。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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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不要动，不要动。哦，波浪。哦，这蛮难。飘飘飘。漂亮，厉害。这个又来了，又来了。没关我。哈。带。哈。带什么？带什么？当谁带？子，我确定子。皮，我确定皮。皮带，换下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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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怎么啦？对啊，快拍树，我确定是树，树树是是我确定是树干，下一位，下一位，树，我确定树，这不好写，下一位，下一位，力带干力，带干力，用我确定用。然后去拼这个，三个都能拼的，这很难呢。干干部干力力用力勉力，进进进进进，不错，不错，快快快，我很简单，那个啊不，啊好，冷静冷静，小心球，手确定手，好了，第二个就对了啦，胚胎他有拼胎，对呀，第一个要写胚啊，写的很精准。线线电，我确定电，我确定面面线，线头线头，为什么当时会抓第一个啊？第二个第二个，对，为什么会只是他？对啊，我在帅，帅直直，我确定直，没错，也不错不错哦，转接写得好，转接，你写什么？这个字不会写，糟糕，不会给别的字，我帮你写，好，好，你写别的，我们后帮你补，好好好，两分钟到，啊，第一个字我不会，湖南，我确定南。无极，我确定极。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无灾，灾灾灾啊！灾鸟，金鸟。成功不敌，你是写成齐了。魏，我确定金，魏金。口，我确定口，不是口，是好，下一个，下一个。心，姓高，高，不是不是不是，高姓赤，赤，我确定赤。去，我确定去。厉害，厉害，厉害。超过了，林杰。快点，这个好可怕，太猛了。地，地有心方，地知天，天天地，纸确定纸，纸确定，地纸有，好，有有有，强强哦，强哦，强哦，不错哦。极极，我确定太太极，我确定端极端，电，我确定电，电极，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极痛，不对，不是不是不是制服服服，我确定服，跟极没关系，极服是吗？服要被拼极啊，极极痛，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不要再不要再，极感谢，极致没有没有，蛮难的，时间间极间我确定间，对，极间，时差差我确定差。不是差几差三十秒，时间倒数三十秒不到了，快快快，长长定定定定定时定，不是啊定定律律，会想不到，急，如果想不到，电电电，我真的有有有有，要来要试试看，快一点转接，这可以，现场剩下十秒左右了，好棒哦，转接加油，转接加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然后，突我确定突。突然不是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然然然自我心自，冲冲冲，我会的，快一点转接，这可以，现场剩下十秒左右了，转接加油转接加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然后，突我确定突突然不是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然然然自我心自，然后然后后后来来。
然而，其实有讲到，你有讲到，对，你讲什么？他讲突兀，他讲突兀，来你的，优，他讲突然，优你知道了吧？优，什么优？音很像，什么优啊？蛮好的一个，你被耍了叫什么？那个睡眠的，你什么东西恍悟了？恍然，恍然，不是，晃优啊，晃。忽悠，忽悠啊，忽悠，忽然，忽悠，也是想突然，可是不是这个忽然，超高的耶，啊不是这个，很高了啦，不是这个，是他们已经很高了，忽悠了，忽悠，忽悠，忽然，忽然，忽然，超高，写忽略的略应该好一点，应该比较好，写略，地址的址很不像，我就问他说是什么字，他说扯铃的扯，扯铃的扯。每一题怎么搞都轮到张行为第一个。哎，这什么字？第一个又写爸，扯铃，张亮的。你看到波，然后写那个爸，那偏太远了。对，因为我爸，我突然永远忘记。下面要多一个勾子，永远忘记怎么丢。好，一共得到哇，33分。我们要拿30分才赢哦。哇，真的是拿30分才赢。厉害厉害。多手交换。49比20哦，他们要打29分呢，不容易啊。不容易。我刚刚真的很厉害，33分，强，真的很厉害，真的强，不错，好不好？我们答6题5分的就过。好，还有，这两位，这两位我稍微放心一点。放心了，好吗？对啊，闯祸者谁掉啊？对不对？这跟人家有多关系啊？有点厉害啊！开始吵架了。来准备啊！来，天才四郎团5分钟。精准，精准。这个精准，梦吗？我有点梦，梦吧，梦梦之。那我确定太五，该不会下一个是折吧？不是那个姿态之五，我确定五，前面5只，老虎5只，最后5只，也是个远的。我确定是知识的是，哎呦，漂亮，对了对了，不是那个，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你快第二个，看下一位吗？是，不是，样式的是。哦，样式对对，不是姿势是，也打误撞可以。哦，好难哦。快，不要问人家。精准，加油！来，快点。准的。快点。方文琪。抖，我确定力，我确定力，我确嗯。漏抖抖漏抖吗？漏抖确定漏啊？确定漏漏啊？我确定啊抖。好冷哦，抖啊。写啊。下一个，下一个有吗？下一个写了吗？下一位不要抢，哎，不要交。七走八走，我送七力，头七，斗力，斗七，斗力，头七，我确定七，这进五张一百呀，五张，五七斗，你别开心，两三七还要斗七斗，五七斗啊，五七斗。五金斗啊！来下一个，写另外一个，斗力，斗力，七可以接什么？送犀利，不要交哦！五畜兴旺，五斗兴旺，斗金什么？斗畜兴旺，斗人道，斗差一个，我决定六。走六，这个有精准的，这有精准的，未来啊，这是精准的，来了，哦，会有，有了，我确定物，我漂亮，厉害，对哦，厉害，这字出来就有，出来一定更自由，好，这完了，远了，要交，五啊，我决定跳，写啊，张文琪写啊，我确定，这不是写的，我确定倒，我确定女，我确定女。快！好冷哦！不，我确定不。好，下一个。下一位。神武神神棍武棍，我确定棍。漂亮，懂不懂？懂吗？怎么写字？那写贵啊？是吗？哎呦，精准，一次到位。小众看多精准。好。我确定纸，牙齿的齿。我确定。第二个，我确定外，不是外，那是吉吗？对啊，我确定户，哦，蛮厉害，梦家，对啊，你看，精准，不要嘴型哦，十啊，我记得以
定，哦，我确定赢，我确定到，这个有点，确定物，我确定进，啊，好冷，确定吃，我确定，我无法思考，你就一直喷就好了。材料的材，冷，中，哦，龙，方方舟，我确定方，石口，好，舟舟，石物，石舟，都舟舟，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啊，给，我确定给，人设人设人设，人。阿婆，阿婆，阿扁，我决定扁，扁，对吗？漂亮，来，快快到前面去。扁舟，哦，来，小东哥，小东哥，一分钟，哎呦，要精准哦，精准哦，快点，快点，不要被笑哦，精准。我确定大人，你决定小人，我确定女人，我确定男人，我确定小。人渣军，对啊，人渣军渣军军，好，下一个，发型都乱掉了。没有人，没有人，无军人，没有军人，无军人，没有军人，我确定鸡，我确定鸡，这是行吗？行吗？无军人的鸡，不是不是，我确定法，我确定法，军人人，要不要要不要下一位？没有军人是什么东西？人人没有军人，好，下一个，这个写的不错，屁屁，这个写的好。我确定嘛？敌敌，我确定敌，我确定对嘛？敌呀，你是对，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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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快快快快快快，精准哦！往前往前往前，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可惜了，快起加油！哎呀，我确定出，我确定口，出入这儿刚好我们有出入，那是什么？入猪，我确定猪。来，看小宋多精准，来，真的吗？小宋准一个，来，精准一个，准吗？准一个，不可以写一样的字哦。困难，精准，口口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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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门，入口，我确定门，就是门，门入，门入，能不能说出口，出口入，入出？哇，是有点远，远还是远？是不远的，要不然想不到这边。我会写退，退最快，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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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对呀，出，退，退后的退，退后的退什么？退，对啊，对呀，对呀。会最精准，对，好吧，不容易。来，49-44，恭喜男子获胜。好了，休息了，现场跟前的，现场冲冲冲。来，新单元，我们是慈善团体。耶！食堂真的烧脑啊，烧脑啊，烧太烧了，太烧了。今天大家脑筋要清醒一点啊。要清醒啊！来来，陈春定进攻。好，来，我们陈春定先攻。来，一样。哦，今天哦，有冰波降对，有朱茵女王，好不好？还有茵女王。休息两位，这都还不错哎，文心还可以的，我们都不错。阿乐很强，阿乐也很强。唯一还可以的单元。对，看过去好像只有小钟哥比较好。讲话，都是自己呀。我也是临时被抓了。你又临时被抓来，你那么贵，临时可以抓别人啊？因为你都在东区，本来就你为什么电话都不关机呢？早上他都是骑滑板车被抓到的，骑滑板车就赚了。我就说，为什么他搬到华视旁边？以前 COVID-19 严重的时候，我多赚了好多。突然说，哎，小钟，那谁不来？你赶快过来。没有什么打电话，他都在华视门口叫。然后有缺人吗？有缺人吗？你们？内湖内湖太强，有点这样一直滑内湖。好了，赶快派两个休息。我先休息。我跟你先休息。你先下。我来，我来，你要固定，你要固定环，好吧？你们固定。我也可以修，我也可以修。那我们俩修，来，你们先。我也可以修，我也可以修，都可以。来哦，可以提示，都可以提示。好，加油，阿乐，加油，加油，来，对，来，对，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抽一张，抽简单，抽简单一点，简单，先手妈妈，抽一张，抽一张，手妈妈，二宝妈，二宝妈，好，笔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牌已经洗过了，洗过了，洗过了。这个好了，就算没有洗过，我们也不知道里面什么。喝，哎呦，哎，好像蛮难的，哇，这很难，简单，简单，是吗？简单，
喝汁啊，喝汁，我只想到汁啊，很多的，怎么样？要不要换？可以，不换的话我们就开始喽。换吗？要不要换？要不要换？要不要换？看你们，好像不多哎。怎么样？要换后面？你们第一题就要换了，不要吧？张，试试看嘛。我先可以换，试试看嘛。换后面。张伟奇带动一下，要不要换后面的？张伟奇，想后面那个蛮难的。对，换后面那个。后面那个蛮难的。是有点难。对，你会不会找错到一个难的？不会不会不会，给他冲。不会啊，不会，来个好的。加油加油加油！更难这个啊。来，我看看，不要卷舌的，哦，哎呦，简单，哦，简易可以，哈哈哈哈哈哈，可以了，简单的，好了，可以啊，来，准备，好，我们是实战团体，两分钟，可以，一，二，你要那个，就是要演戏的时候，你要怎样？一场，哦，皮影，可是可以单说吗？皮影，菊花跟牌一样很像，菊花干嘛？菊花是什么？菊花是什么？你的那个下半身，上厕所那地方是在哪里？手不要比，喷门。菊花是什么？上厕所的地方。那地方叫什么？那个叫肛门啊。对，要另外一个形容，一个讲法。菊花。手不要比，手不要比。还有跟你是什么？手机的东西的。攀岩，还是讲朋友？朋友，屁眼。小时候屁眼不懂吗？战车那个会射什么？炮眼。那他的那个他们的关系，他有关系是什么？讲什么啦？炮影是什么？啊，可以炮影是炮影啊。没有，有一个炮影，就是炮影是什么？一切事情炮为炮影，炮影。还有他讲那个炮，那个叫不叫？那叫引线哦，不是叫炮影。我想炮影，我想炮影很像的。炮影，一切都是炮影啊。对，炮影。对啊。小时候唱歌你不是唱破音吗？破音。刚才那个屁眼，你是想不到。对，你怎么想不到屁眼？用厕所地方那里，他说喷门是这边的，喷门是上面的，这样是肛门的。颠倒过来，幽门。小时候你为什么有空啊？他很近。小时候你可以回去了吗？小时候。哎，那个偏移啊，对，偏移培养啊，培养好多，培养朋友也讲，朋友也讲，小时候炮友多，对，也是 OK， 炮友，哎呀，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在华视门口晃？他从那个迷家庄寨到迷家庄走了。我为了录《天然冲锋说》，我都不搬家。他跟我们节目同进退了，我们再做三年，他也还是住三年了。他在那边住十几年，已经签约了。那摄影棚搬到哪里，我就搬到哪里。好，来哦，我们是十一，动手交换来。来啊！我们才十一啊，你们随便都有。OK。来啊！哎，可是我们换牌已经用掉了。换牌用掉了。对啊。哎，如果
果没有画红会更惨。更惨哦。对对。劈枝更难。没有了，小猪没下就好了啦。来第一个。好好笑。真的啊，好烂好了。嗯，我也是。真的很好笑。点来第二张。来，五个，简单简单的，加油加油！好，签名很好啊，没有还，哎，这种差不多吧。第一个字，喝，第二个字，喝吧，马上有一个，马上，马上想到一个，蛮多，好想背的，后背。很多很多很多啦，很多哥本来不错了，哎，比他们差不多。我俩我们先不要用掉，他们已经用掉，不要用了，你们不要用。他们要不他们抽到一个男，他们死定了。来，对不对？七场八场就叫我们死定了。我们是慈善团体，两分钟准备，开了。靠北，靠还靠北，靠北有啊，靠北边啊，靠北边有啊，靠北边有啊，不要乱喷，可以啦，可以啦，边走不行。靠背，靠背，靠背，恐怖，恐怖，哦，蛮多的，酷，救他，很像的，大哥，你在，你在开车，对，恐，改恐，先不要，真的，你的鬼片，你会觉得怎么样？他讲过了，出来，就跟恐怖很像的，恐，那个改后面那个，改后面那个字，恐。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发生，嗯，所以那个也是一种给他，我给不到，救他。那个你开车开在一条很大的路上面，你那个速度会怎么样？快，恐快，恐快。你啊，有一个说恐，你走路走得很快，所以快一点走，快一点走，快快。你们上讲到字了，快，你讲到快跑对啊。讲到字了，对，讲到字了。他是说快步了，快步，快步。快，你们再给他别的啊，这个不能用了。那个有一种就是8+9，然后他们常常开车，然后会就是会在路上随便怎么样，很危险。然后第一个是猜字给他，猜字给他。嗯。车子马上往另外一边，我们这个也。哇，卡住了，他们卡住了。想弄他。短金，你要想，短金。啊，框，喂，哇，一张白纸，一张白纸。读书的时候，我们要老师说，来，同学打开。你现在脑袋一片怎么样？空白，空白。打开课本，课本啊。课本啊，恐怕狂飙，不是，不是，恐怕。酷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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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酷霸，好，狂飙，狂飙，靠边，靠边，狂飙，靠边，靠边，靠边，没有了，还有，哎，短金，谢谢短金，哇，还好有你，一分满分，一分满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短金，你表现的很好，你表现的很好，好，跨步，还有攀板。跨步有两种，跨步会有一种跨步会，跨步会，还有跨步会，对，还有跨步，宽步，宽步，还有你要去看病，对，啊，短金基本上是那个女版的小钟啦，他就空白了啦，空白啊，就空白啦，哦，短金谢了，短金，谢谢，谢了，你很棒，好，短金，你要把你那个阴影挥掉，哈。好了，11-9，目前暂时领先两分。对呀，动手就换。他们没人换，对，只要抽到是一个转不了弯的，来，可以，有文字，我们有文字，吃，简历，来，简历，简单的，直接把浩哥喊开，确定，可以，直接上来。哎，我们刚才是9，他们是11耶，我们还输两分呢。对，来哦，七喝，我们是慈善团体，两分钟。奇货，奇货漂亮。巧合，契合，漂亮。奇会，可以啊，可以。全换，全部换掉，全换。千户。千户，是斑斑的那个千户，巧合，那个，你有卡的是不是？巧虎，什么？娃，奇货呢？娃，他那个娃啊，
瓦斯没关系过。起火。起火。它切合时事。切合，去回，很好，去回，什么？去回，去回啊，去跟回，去跟回，没有讲去回的啦，没有去回吗？来回，对啊，换一个，换一个，还有还有，全部还你，全还，没有叫全还啊，可以啦，没有啊，再签一张，签，这个游戏全还，有几回吧？一个数字，数字。缺啊，有几回？讲到字哦，孟子好棒。讲到字喽。几回合的回啊？最喜欢孟子。讲到字。缺啊。你不要讲里面的字啊。刚刚那个。你们都没有要提醒啊。刚刚那个。好奇脚好看。孟子好棒。脚。哎，这个位置有毒哎。对，有毒。对啊。你看怪怪的。对啊。如卖卖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没有得卖了，叫做缺货。哦，缺货，对对对对对。我给你了，哎。那有另外一个也是，你要去小七要干嘛？要去 Seven 要，对，你要拿你的东西啊。你要拿你的东西。真的，你要去拿的那个第一个缺货，拿那个东西。要，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要取货，取货，对对取货，哎，对对。然后你把它全部用光了，叫什么？哎呦。抢货，取货，缺货，可以啊，取货，抢货，还有亲和，抢货，亲和，求和，亲和，抢和，求和，求婚，求婚，求婚，哎呀，好多哎，求婚，很多哎，清华大学清华，对，还有亲和力的亲和，你们这种成语我们很缺憾。我们刚刚也没多，太慢，张主任讲太慢。但是他们这题真的很简单呢，真的很多，不难，真的很简单呢。奇幻啊，还有奇幻，钱货了，气化啊，气化，钱货，气化，钱货有两个，讲气化跟做气化，他说气化，我他妈少了十个，22比9，我们输13。我们那两浪再过，可以，好不好？可以的。啊，因为短期你要休息一下。人家会紧张的。来，空手交换，我们赢多年给你花啊。来，加油，加油！来换，一，13，没有卷舌的，没有卷舌，没有卷舌啊！拜托，拜托，拜托！我还有一次机会，每个加倍换，都没有卷舌，都没有卷舌，都没有卷舌，最难的，最难的。第一个字，哦，那好第一个，要看什么？哇，好难哦！抽第一个，我们可以换的哦。第一个抽啊，第一个抽一下。哇，什么诗也不简单。哎，刘林江不像我。来，你是不会好好听什么？简单的，简单的。还可以，简单，可以 slow， 可以，应该很简单的，哎呦，哎，可以，好，我知道，可以，好多，可以，好不好？来哦，得失啊，得失，我想到，我是德善管理，两分钟准备，来了，道士，导师，电视，都市，董事，倒数。那个，你今天去参加个比赛，你的什么心不要太重哦。我的那个，那个得失心，对对，点数，点数，点数，度数，眼镜的度数，睡，加油，加油，动，哎，真的很那个那个有一个地方它，高高低低的，那叫什么？没关系，我讲那个很小的相反是什么？很小的相反，小的相反，第一个字小的相反，大，然后是一个会长，就是你从幼苗，大树，大树，另外一种大树。大数啊，大数据，他讲的是那个大数据的大数啊，大数可以吧？对啊。然后看Bim的那个电烧，电烧，电烧，那个电商，电商，演艺圈发生大事，大事好多。哎，看直播我们打赏，哎，打电视怎么那么简单不讲？我讲了，你可以讲。那我讲，史上最被再被 PK， 谁才是终极废咖？怨，好难哎，悠，鱼。你有什么委屈吗？前阵不是出事了吗？哎，短期我跟你 PK 一场。那个有一个地方它，高高低低的，那叫什么？
那个，听我讲，那个很小的相反是什么？很小的相反。小的相反，第一个字小的相反。大。然后是一个会长，就是你从幼苗。大树。大树，大树，另外一种大树。大树。大数据，它就是那个叫大数据的大树啊。对，大树可以吧？对啊。然后看BIM的那个电烧。嗯。电电烧。电烧。那个电商。电商。演艺圈发生大事。大事。好多。哎，看直播我们打赏。哎，打电视他能不能剪掉不讲？我讲了，我讲了。你先讲。地势，地势有高低，地势高低是吗？哦，地属地，地属地，那那个大神，大神拜，大神要拜什么？还有什么？还有我跟你讲，这个人呐、啊，他的那个看东西很浅，那叫什么？短视，短视，对对对对。哎，懂事。哎，你这个人做真的很差劲，完全不怎么样。单哎，不什么？我知道，少的相反是什么？大。少的。少多。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决定，所以多数。对，多数。哎，那个懂事，你很懂事。讲过了，讲过了。哎哎哎哎，敌视，我敌视你。敌视漂亮。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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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还有好多。漂亮。好厉害哦。啊，那个我们那个卖货的那个平台叫什么？电商啊。讲过了，讲过了。游泳的一个游泳的一个，游泳表演表演，什么事吗？游泳的大势已去，大势已去的大势，另外大势游泳的蝶式，蝶式。19分，最少19分，好棒哦！单身。他是美国大使，大叔，哎呦，大叔，还有大叔，你们这真的很，你们刚刚表现得很好，尤其你今天特别好。对，我有不好过吗？有时候。我今天真的很棒，提示又提示的好，真的很棒，反应又快，真的。提示太慢了，他们会猜字啊。哎，你们很棒啊，你们。我说你们表现真的很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好不好？这样我们就不让了，这个是半大，我们就不让了。我们不让，拿出实力了，来，第三回合，来，小桌子上，小桌子上的，快点，来，叫，拜了拜了，叫，哎，那数字很漂亮哎，2233呢，对啊，待会会不会变成2266？你遇到了，我们六十六，我们六十六，你们33变66，我们22还是22，我们是白痴。对啊，而且我们已经抓到诀窍了。各位，听一下，发表一下。应该那个大嘛，哎，对，就大叔、大叔、大神，我们就一直就抓到那个就可以字就可以一直连下。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呢？对啊，那个单元过去啊。都不一样了，现在每一个都会换，像每一个都会换的。对，哦，那后面棒子就。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会炸咸猪鸡的人。哎，帮忙一下啊！我求求你啊！基本上你就是一次要想两题就对了。老板，我难过了。我跟你讲啊，待会就来看他提示半天，他还听不懂。来排位子，来少用那么粗。排位子，来庄博士，来庄博士，你们两个第一棒，你们俩到后面来，你们俩换，你们俩过去。顶过去，因为阿乐不用你救，好不好？好，不要怕，好不好？这样吗？这样吗？在前面。不要，你先来，从头站这个位置。好，好，各位站位置啊！我要严禁别人打 pass。好，有一个人脱口而出讲出来，不是他会吗？扣3分。OK， 好，好，我们也是一样，好，比照办理。好，来了，准备了，3分钟哦。好紧张。我们是实战团体。错，好。漂亮，厉害。念出来，念出来。
做白，做白，做。什么叫做白？做黑糖。就他。钟哥。做。那叫白做。做白。潘石屹白做。做做做造造。小钟就他。在我在想。钟哥。揍扁。揍扁你。揍扁。揍扁。黑吧。揍扁。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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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圆啊，圆啊！他刚刚前面有讲了，快来，快来，来快！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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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九分预言呢？你不知道啊？九分预言，知道？往前，哇，吃啊！哇，糟糕，吃，小周他，糟糕，哇，重在不是重在平地的，重在。种在有海拔的地方，那叫什么？很高。松吗？松。没有没有，不对。丝丝丝丝丝丝丝。这个会卡。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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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丝。有吗？丝丝。丝很难哎。加油加油！穿着。四川，我们买衣服，买衣服，对对对，四川，四川，啊，日，哦哇，日之，日之，日本时报，日之 ，OK OK OK， 是，我操，糟糕，大师，是少少少吃，少吃少吃一点，不是，吃不正，哎，救我救我，救他，不要救他，肾熟，少少，我救你好不好？我救你好不好？身材，不用救我了。身材，各自，身材，各自，各自，各自，好厉害，嘉义姐很厉害。各自，恐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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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到小洞了，嘿，各位，哦，哇，救他，救他，名古，名古，来。考古，考古，面，提示，面，张伟健，面，名考，我不要他弄乱了，你说，啊，那，小周，那个有一种是穿在身上的，然后会。闽南叫闽口啊，闽客一家人有没有？闽南人跟客家人闽客一家人，庙口啊，庙口啊，门口啊，面口，门口在那边，你要不要先走？小钟，哎，我们说已经赢了，门槛门槛门槛，我们已经赢了，不用比了吧？哎，有小钟在，那是我们的福利。谢谢小钟哥，来看一下你可以常常来华视了，不要在我这一队。好，这个太难了啦，九题啊！哇，那我们等下慢慢走了。太卡了，知道吗？你太卡了。那自动我们就慢慢答喽。我们没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得过且过。你待会卡在短金那边，然后你就赢我们一分。没关系，你就先。太厉害了，赢了两分呢，对，哎，这样子吧，我们就放水，后面就讲，哎，就三分，哎，就三分，这样子。我知道了，短金自己玩。我知道了，我们等下卡十秒扣一分。卡十秒扣一分，这样好不好？没有没有，短金的时间就对了。好，就卡在那就对了。来，他不会。我们表现一下，攻守交换。好了，
我们就随便排了，好不好？对，那个但短信还是要有人救了。是的，来，好不好？你后面，来，短信第一个吧。可以啊，短信第一个吧。要用到海西来救我。短信第一个无所谓啊，他第几个无所谓，都是要碰到他。我第一个，小可很强，我第一个。那我在后面好，来，我在后面。好，这样，这样，好，这样，好，没有压力，大家轻松。等于过了短信，你们就赢了嘛，是吧？我们还没比就赢了，我们赢两分啊！33-30，哦，不是我们领先两分啊！误会了，小钟分两分给我们啦，两分给我们啦，对啊，这样子啦。你们33，我们31，好不好？好啊，分数换给他们一点奋斗的动力。没有这样给的啦，没这样给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给太少了，给多一点啦，10分啦。已经输了，已经输了。我们是慈善团体，三分钟随便站，准备随便站。学长，海，慢慢来，慢慢想。海日，海日是哪里？啊，你要救他？我知道，我也在想他了。可以啦，接下来厚肉，这东西很厚，厚的肉。天气怎么样？好热。哎，可以可以啊。哎，绑腿，绑腿可以。明杰厉害，明杰厉害。我们要进来，进来了。怎么样？我们怎样去交流？一起。背对，吃东西的时候，五颗东西，五颗。哎，我们的那个道具，厉害哦。厉害，摩擦。麻吃，毛吃，哎叫我来吃，不吃，你赶快想啊！麻，你们好像子孙人一样，怎么了？那个买吃，不要啊！没关系，慢慢想啊，慢慢来，慢慢来啦，没事没事，我想不到，没事，加油！那个，这个，没关系。笑，你们怎么在那笑呀？不要笑，来哥，不要笑，来哥，来哥，等等，我们俩在一起，哎呀，蹭来蹭去叫什么？哎，蹭来蹭去叫什么？蹭来蹭去，对呀，那个什么会生热？摩擦，这么简单哦，这么简单哦，真的，明姐加油，明姐加油，快点救他，明姐，口误有力，告误，快，给一点，船要停在靠岸，啊不是，船停在一个什么？停在你是我的船，停在我的，是我的港湾，哎。快！哇，这么简单呢？放什么？放浮标啊！就在防备，范本，浮杯满意，浮标，好简单的，对不对？防备，浮标，发病。发飙了，粉饼，好，发飙，看他短金才 re run， 看他第二 run， 你先退一下，好来，下一个短金看一下，来一个，送一分，哇，不要讲，不要告诉他，灿，他讲完，不要讲，我想到，我可以帮他吗？不可以，我不能帮，快出来，抽，很简单，他有障碍，加油！好，这是你有什么委屈吗？什么？前阵不是出事了吗？出事！刚好抽到这个出事啊！出事！这么
巧，这明明中注定吗？你看都没有安排哎，还有初三呢。短进，我跟你 PK， 哎，短进，我跟你 PK。初三。两队贝咖 PK， 到底谁能胜出？三十秒后就知道。平台冲冲冲！他有障碍，加油！好，这是你有什么委屈吗？什么？前阵不是出事了吗？这冥冥中注定吗？你看都没有安排哎，还有初三呢。短进，我跟你 PK。哎，短进，我跟你 PK。初三。看谁先讲。预备，谁先讲中那就获胜哦。胜胜。我还可以赢得你的一些信任，主动出来，来了，我们看谁快，看谁快，速速，我们好歹有九分，他们才八分，八分，我们这个第二关少了太多了，要不然我们根本不会输的。对，笑啊，对，你一直笑，还问，你还跟我说我们只有八分，摩擦，你笑，你到底还笑？他一直讲话就，我要想要又被打断，想要被打断。其实马刺是有的 ，NBA 的马刺队，马刺是有的。目测，目测，买菜，猫菜，其实摩擦最好，摩擦最好，磨蹭也可以啊。四十一比三十一，恭喜男队获胜。接下来就回到天才冲冲，我的冲。